咦，老板，我点的是鸡肉饭耶，怎么来的是卤肉饭？原来阿秀鸡肉饭严格说来是鸡卤饭哦，铺上鸡丝，淋上肉酱，配点酸菜提味，再淋点辣酱，就是道地当地人的吃法。说到阿秀鸡肉饭，第一印象一定都是感到怀念。能被誉为学生食堂的店，大多是评价大碗又好吃，想当作早餐或晚餐都可以。一碗饭配上汤，只要50块有找。汤品便宜，却不会捞不到多少料。这么实惠又古早味的在地小吃，阿秀一定榜上有名。